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来，红得好像，红得好像燃烧的火，它象征着纯洁的爱和爱情。其实大家自从记住了冰山上的来客这部电影，就记住了这首经典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对， 对，其实啊，这是一首古老的塔吉克民族的民歌，叫《Gulbita》。Gulbita 的意思是什么？Gulbita 是一位漂亮的塔吉克族姑娘的名字，而且这首歌也记录了这位漂亮姑娘纯洁美好的爱情故事。其实塔吉克族还有一个特点，他们崇尚音，这个民族崇尚音，那里的小伙子呢，经常会带一些和音相关的这个饰品，而且呢，他们也喜欢音的这个自由啊、翱翔啊、力量。对，生活在帕米尔高原上的塔吉克人呢，是把鹰作为自己的图腾，甚至用鹰的翅骨做成响亮的鹰笛，只要有他们人在的地方，吹起鹰笛，打起手鼓，跳起鹦鹉，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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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吉克族是一个生活在高原的民族，这里的风景如画，在这个民族里，歌舞代表了人们的一切情感表达。塔吉克族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少数散居在该县以东的沙车、泽普、叶城、皮山等塔里木盆地西部边缘地区。塔吉克是本民族的自称。塔吉克族的民族音乐主要有民歌和舞蹈音乐两类，鹰笛是塔吉克民族独有的乐器，在塔吉克乐曲中都有鹰笛伴奏，它在塔吉克艺术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塔吉克族的鹰笛是由鹰的翅骨做成，故名鹰笛。鹰笛竖吹，音色独特，悠扬而高昂，既可伴奏也可独奏。而体现塔吉克族民族精神的鹦鹉，在鹰笛的伴奏下更显示其风格的独特。塔吉克族人民是帕米尔高原这块土地上的主人，在冰山的脚下，他们用欢乐的歌舞展示着自己民族的性格。塔吉克人性格坚韧豪放，民风淳朴敦厚，凡到过塔什库尔干的人都会为这里的和睦生活而感动。每到节日时，塔吉克族便吹起了鹰笛，跳起鹦鹉，用歌声表达着对生活的热爱。